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神男子，各位神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咱顶一回，也强着救摩罗心，这个。 非常有名，对咱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个种，来阐述，和大家知影了。那最后，甲大家讲一个，鸠摩罗什呢，伊停留伫长安往生嘅时间，大体上，根据记载啊。 是十二年，因为五十八岁来中，来嚟到长安七十岁，往生，伊对咱佛教做出了巨大嘅贡献，伊所翻译嘅经典够尽啊，人心为晚辈嘅佛弟子，无人敢夹更改任何一字文意啊！ 好、哦，因为这有旧摩罗识伊诶愿力、事性成,成就伫内底因素。若咱继续呢，要来探讨诶，著、就是近代佛正佛说、佛正佛学。但是呢，伫啊位进入即个主题中间啊。 地话，吼、哦，一挂中国历史啊，来含大家分享一下。咱知影，伫两晋晋前，也著是三国。那三国呢，著、就是伫黄巾之乱所产生诶大中华民族诶分裂。黄巾之乱呢，是伫汉朝末。 灵地亡身了，开始发生诶。那当时诶大中华民族啊，非常诶混乱啊。三公呢，大家即个故事应该拢真清楚知影。起源是有着即、這个河进啊，吼、哦，咱汉朝汉朝味。 开始吼，产、哦、生了吼，贺进灭度宦官下派，希望当德会当起兵来相助。结果当德呢到洛阳啊，伊起了疑心啊，吼、哦，啊未到洛阳进前，即、這个贺进著比较宦官所杀咯。那当德。 以平日中心来教导，吼、哦，修多从这反官灭度，然后伊起了疑心，也想要家己称王。那当时做错啊，老表因拢非常诶不满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就开始想尽办法联合着官僚来打败着当地。 但这呢是一个正因而已啊！啊，我欲和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三国。的我呢看这个三国的这种历史过程中啊，突然间感觉三国呢改成个正恶苗，含咱中国个三教啊儒、道、释正契合。 即可能吼、哦、有足侪人知影啦，甚至深心入去探讨三国。但是我徛在一个佛教徒出个尊重的立场上，吼、哦、是含大家分享一下，互大家增加吼来了解三国甲佛教伊诶牵连，因为伫中国佛教史里底啊。 正少讲到吼佛教伫三国诶兴起啊，若我呢吼伫两真真正诶佛教，即、這个三国和逐个分享即个，互逐个加减啊，加一个信验啊。三国咱知影，蜀国，那蜀国呢为主诶是尚是刘备，那魏国呢为主诶是尚曹操。 那东吴呢？上为主，著、就是孙策；以后团伙孙权为主，哦，所以迄当阵，即三国大体上是安尼订立诶。哦，各倚一方啊，互相控制。咱首先来讲着，哦，三国内底兵力上强诶，就是、著是曹操。 那做错呢？吼、哦，伊呀讲起来真有才华啦。伫三国中吼，伊、哦、是一个君子，嗬、哦，也是真有才华诶，一个领导者。那做错伊呢？吼、哦，咱知影过去封建制度啦，伊有足者嫔妃啦，吼、哦、无数，但是较受宠诶，吼、哦、有十三个嫔妃。 伊卡受痛，那即十三个呢？特意生了二十五个，会惊你。那即二十五个惊你呢？吼胃吼较早翁生。那胃呢？为着要保护制造来兴旺诶嘛有，所以到最后有十六个红王红球啦，哦。 这是做错伊个过程。那为虾米讲这三国含咱儒道释三教有牵连？咱详细甲看，做错甲伊诶惊，做批以及做敌，因三个啊，对文学拢非常诶深入，著、就是儒家诶文学。 哦，因诚贤做诗，诚贤做赋。哦，咱以早讲吼，咱中国吼，能解有这种吼顺从的文义，就亲像四甲父，咱讲的四父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做弟。那做弟呢，这类人正了不起，甚至于对咱佛教毛贡献，我敬敬。 也曾经谈论，一滴西山啊，吼、哦，有那诶时阵，看着天行异上，伊用伊诶文学，用伊诶诗唱，融入了佛学诶经典，唱出了西山翻倍，这也都是咱诶，大体上中华民族哦，一种经文唱念。 会开始啊！所以咱来看吼，咱进前讲讲呢，吼、哦，这种鸠摩罗什将条经文翻译过来，拢有迄种文味，这著是参了入了儒家学问内底即种文意诶韵味。咱正在唱经中。 让比较有经文的流转，予大家听起来较温馨，也较欢喜心啦。好、哦，即个是做对的功劳。那呢，做错往生了，以这个囝做屁啊，继承了魏王的王位，但是伊要未满足。 伊认为呢，王甲帝总是有所差别，所以呢，伊最后逼着即个汉献帝来退位，伊自己清帝。哦，著、就是为问题，著、就是安遮来。那伊清帝了，当然为着巩固伊诶政权啊，兄弟啊，加济啊，尤其是即个曹德。 对即个文学有才华，哦，也受到足济人，哦，对伊个拥护甲好奇啊。那伊有无奈担心，是毋是造敌会来取代伊？所以讲有一天，伊就想要丢掉即个造敌，即种心，三心二意啊。其实啊，咱去甲想住，想看卖啊，兄弟啊。 何需要安尼做？吼、哦！想咱现今，足侪人为着经济，即个作善欢不胜数诶。这少、个、新闻哪个看啦？有钱诶人啊，即种情形，三生咧，吼、哦，比较几率真大啦。吼、哦，即人呐、啊，总是为着欲念啊，吼、哦。 无顾着手足诶亲情真侪，哦，咱安尼甲看，但是讲到遮，咱诶，男子、神女人，当然恁诶教育绝对未产生这种精神，但是咱甲看，伫佛教以外，即种作下来，即种育心育量难得。 吼，改抹灭的，吼、啊哦、社会人心人性总是种种吼难料啊。咱讲德倒来，吼、哦、做批有一工，着将着做的各节甲交入宫内宫内内底吼，就是该算一净宫啦。然后摆下即种恩德，伊呢？ 哦、啊，大家，即个做德工，讲呢做德啦，你自细汉，逐个拢赞扬你诶文学诚好，但是有人嘛安尼讲啊，吼、哦，你诶文学是足济人替你抄写，来互父亲、咱一再父王看，你啊，因为安尼来得通。那今仔日，哦、要啊，为特别正式啊。 你文学程度是毋是有遮好？我进啦、啊，哦，是军，你是谁？我命令你七步内底就是你行七步，必须要做一对诗出来。看咱诶兄弟情分够底。那即。 死呢，未使有兄弟即两字哦，但你爱表达会当出，来。咱兄弟诶情谊是要安怎相处较好？哦，若即当阵啊，做滴，哦，得加讲向着做批讲，讲今仔日你,你是君，我是行，那呢？ 你身为君，爱我心，安怎做，我也必须爱安怎做。我知啊，你心内受伤，但是兄弟总是兄弟。既然呐，吼、哦，你下即道命令，来，我一定会遵守。那这批得甲这的，继续讲。你只要会当完成着吼即件文学的代志。 做出即道诗，我会当免除你的死刑罪孽，啊，无你是欺君之罪哦。所以呢，做的啦，哦，最后伫这大神的鼓动之下，伊啊必须好好将调这个诗句做出，这啊，的是。 七步成诗，留下了即种咱中国民间流传诶佳话啊。那即句诗句呢，当作者吟出了后，作成了后，这大神甲作品拢目屎流落来，受着真大诶感动。那即句诗呢，相信逐个拢有听过。 伊呢，即四故著、就是主导引导机、刀在、波中切，本是同今生相争，何太急啊？同则的，将即四故是引出了后。 即大神，以及到左批真含家感动家，目屎拢流落。但是呢，左批到因为安尼吼著免去了左啲诶刑法无。左批甲左啲讲，你文学确实真优秀。 确实真好，但是啊，吼、哦，即种死罪可度，但话罪啊，总是爱小可受着惩罚，则有法度度悠悠自考，则有法度向所有诶大神做一番诶交代。所以，这批最后免了做啲嘅死刑。 將伊诶吼，信號降五百兆，然后甲發至佢邊方诶所在為王啊吼，即、哦、著是做錯一件互相捐款，最后是做批胜利咯。那伫進内底咱著看会出來，魏国吼。哦 以著错著假为主啊，因所形成，诶就是比较儒家文学诶思想，哦，真会当代表着儒家诶风范啦，哦，推广着即种咱中国传统文学文化，因是占了真大诶功劳。 继续，咱来讲着蜀国。咱知影蜀国是以刘备为主。那上有名呀，啊、哦，著、就是刘备有一个军师、哦，叫做诸葛亮。相信这大家拢知。好、哦，那诸葛亮咱平常改简化叫伊名。 叫做孔明啊！其实，伫刘备啊，未三个猫奴进前，刘备所用诶军书是啥？伊诶军书叫做《企、哦、业》。吼，伊呢非常啊，有文文才，伊诶武力也真好。但是因为安尼。 路路啊，破到即种哦，做错诶，平等。那做错，感觉即个人真有才能，着想尽办法要互着哦，企业来挖可伊。那呢，伊着从企业母亲掠到因做营内底，逼着企业来归顺着做错伊。 那无多，企业是一个大耗子哦，只有会当安啊，为着母亲归顺着做错，但是伊到做嘢呢，却无用心来帮忙做错啊，得像一只佣兵呐，哦啊，做错若叫献策哦，献毛乱，哦，伊呢拢凊彩甲应付一个利益啦。 因为真心不、毋甘情、毋愿，但是，伫企业阿未去到做做赢、做错遐时阵，伊要离开，即、這个老毕有讲问，问讲你离开我以后無，魔术吼，要聘请什么人较好？伊得甲推荐着诸葛亮、主角孔明。 哦，著、就是因由安家来，伊诶。三国毛庐也是安家来。其实啊，迄上阵诶战乱内底啊，三国诶战乱啊，比诸葛亮、诸葛孔明佫较厉害啦，有一个人，好、哦，叫做司马懿。司马懿呢，哈、哦。 伊是安怎厉害？伊著是诸葛亮，因诶，导师也是庞统，也是企业伊诶老师。伊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伊是一个文书啊，伊无想要出山。但是呢，当时刘备去找找伊诶时阵，直接著甲伊讲啊，讲别甲敲问即种。 诸葛亮孔明，居住一地，伊想要聘请诸葛亮来做伊诶国师啊！啊，汝甲想伫家己诶老师诶面头前，汝讲汝诶地，伊诶弟子比较厉害，伊诶感受会安怎对无？哦，所以伊有那心肝碍热碍热啊，都无啥爱插即个老辈啊。 啊，老毕也因为安尼失去了一个最大因素、最大无难。你甲想,想，伊诶学生赫尔啊侪啊？好，你甲咱安尼甲想啦，一个老师读书啦，那我的对大部分学生拢会去跟随着，互老师起来参与即个国情嘛，这是过去。啊。 但偏偏老毕的错失这个机会啊！哦，梦到一最后也得到老毕的拥护，但是司苏妈咪伊去都靠到做错，时间短短啦，无一年。所以讲呢，伊只学生虽然有人来归顺着做错，但是啊，哦，这也是有限。 做错无事做也是按家来，按即个因由来毋唔讲呢吼，人啊，智慧啊，用了爱好。那诸将诸葛亮归顺了即个刘备了，即、這個這个三国。那蜀国呢，咱知影刘备啊，一种善于文破相啊，兵书战乱啊。 谋略拢非常诶厉害，即个属于道家诶精神。咱注意甲看，吼诸葛亮百兵布阵、观车望道、吼呼出延寿种种即精神，吼、哦、对于即种山医文破术，拢非常诶精通，也亦确实也是。 帮助了刘备建立了蜀国，一个稳固的阵营。所以毋再讲蜀国一旦讲是道家的一个代表哦，因为殿内底吼即道术兴旺啊，是因为诸葛亮嘅原因。今日时间够咯，下一回咱再搁来详谈着东吴。 祝大家一切顺遂，速成阿弥陀佛。邀请你发心共同参与，弘扬立生的善言，种植善言福报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，扶持长河，树义康。 三二二空一，户名黄、嗯、英雄，联络電,电话空九七九空四一五一空。九七九空